大家喝啊！怎么了？你们的杯子呢？庆祝一下！丽娜，丽娜！哎呀，开心的日子，喝一杯！哎呀，太值得庆祝了。哎，统神 YouTube 频道关闭，真的是假啊！真的是假啊！哎，不是没错吗？为什么要关闭？打开啊！他竟然得到 BB 风筒，再补他一发版权炮。我是不至于啦，因为毕竟做人要留一线啊，对不对？日后才好相见啊。统神昨天哭什么？有没有连结啊？我想看一下啊，是这个吗？喂，退出网络好了啦！他妈那个死草莓，他妈直播十几年，那跟个草莓一样，受不了你。这不是落井下石，你是把井都炸了。没有啦，我是做效果。落井下石，你讲话太难听了吧？我是叫做做效果。但是看到在哭的时候，哇，那个滋味，哇，真的很开十支香槟。哎呀，你找个夜店我包场，大家一起来喝，我包场。他妈的嘞！对不对？普天同庆，值得庆祝，对不对？哥，对不对？找个夜店我包场，真的，大家一起喝。那么香槟随便你们开，随便随便，对不对？有句话叫什么？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，对不对？我虽然我现在在笑，未来哪一天搞不好我真的三审，如果不幸入狱服刑。看他笑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把握，把握什么？把握当下，能够笑的时候多笑一点，因为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可以笑到什么时候。所以我现在要放胆的笑，哈哈哈，对不对？疑似恋童癖，耶，这很值得庆祝吗？拒绝与疑似恋童癖的人同台合作，任何恋童癖的人也请不要跟我有任何的联系，也不要成为我的粉丝，我拜托你们滚。对不对？真的啊，很久以前真的有人跟我说过这句话，谁能够笑到最后，真的还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的活下去，对不对？尽可能减少别人可以笑你的空间，你发生了那没办法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把握当下，活在当下，能够笑的时候放胆的笑。原来还有一次回力镖还没飞回来，我跟你说，回力镖还很多啦，对不对？我还在等呢，还有好几次打出去了，还没飞而已啊！咻咻咻咻，总有一天的啦，对不对？别的我不敢说，但是我这个人哦，没什么，真的没什么优点。我唯一的优点就是我的命够硬，这是我最强的优点。我们举杯，拎起杯。Lisa!